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咱们太极太极拳嘛，一般的情况下，就是说，咱们老讲的是粘和走，是吧？但是咱们在分手当中，一般的情况下出的毛病就是有粘无走，或者是有走无粘，所以才出的毛病，知道吧？而且呢，在这个推手当中，现在我们练习的不是说给对方发多远为自己多么好，你凭什么能给对方发的远啊？对方没给你那么大作用力，你不可能借助那么大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咱们在练拳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根据对方来的多少，咱们这个才能走出来走话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说电视上也好，干嘛也好，都好像严方又来了，或者是怎么的，不可能，都是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像我父亲传的东西没有假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假的根本都没有必要去学，哎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有的东西它都是等于是在这个时候，所以我给你们讲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可以听清楚，知道吧？之所以今天来了，咱们等于就是有缘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说咱们就是讲点真东西，假的根本别在这儿，漏都没用，知道吧？对啊，我说的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哎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待会儿说，平常待会儿没什么事儿，说谁想活动活动都可以活动，不是不可以活动，知道吧？哎，现在我讲的是一个理字，知道吧？输赢无所谓，我你站的是理字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是最关键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比如说他这手往我的身上这么着这么着来，你看好啊，这就是两个点儿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咱们一般的形象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来吧顶，知道吗？这种顶我们原来也都在顶，我也参加过比赛，第一轮让他们推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这里顶你顶不过人家，人家都不说推土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里头来讲的话，还有一个太极拳揉，对不对？揉不好就是那个弱，什么意思？推吧，啊，我可不行，这待会儿你看完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这个就是有粘没有走，刚才第二个就是有走没有粘，但是我现在我给你们做出三个样来，所谓说粘和走，从这个低了说，等于是这种意思。他这边推我，如果他这边要力量大的话，明白吧？我呢，等于就是说走力量大的，沾力量小的，这个里头是什么？拳不力讲的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秒。所以说他这儿来的时候，我等于就这种招，这个可以沾，明白吧？但是这个力不是我的力，是他的力，知道吧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边胳膊力量大，我功夫高一点，我挨这儿直接就可以做走针，根本就不需要这边，明白吗？这边只是一个辅助作用，挨这儿就已经出现走和整合针了，这儿要走，这儿要针，所以等于是这种。第三个，我功夫再高一点，这个是以后都要学的，如果你们要真想提高，都得跟这方面发展。什么意思？就在接触点上做走针，明白这意思吗？这个都是这通过它都叫舍近求远，哎，所以呢，我这手虽然挨着粘着，但是我得以它为轴，这个等于都是辅，哎，所以我这手挨着，但是它再接着推我，那得是这儿先走，这是往回缩，那这小的这走针里出现东西，知道吗？真正的说不让他进来的时候，那个里头有三角可以拿，这个看对方是什么样的力，如果他的力都是一样，双手的力是一样大的，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三角，这个三角是什么意思？往这边这一响，完了往他弹出上去，知道吗？这个力呢，就说不是说他来多少我一推给他推出多少远，没有那个，他没有那劲儿，根本出不了那么老老远，你看等于就这个，这等于就到这儿，你看就到这儿，所以有的时候是借助于对方的劲儿，不要说好像说一来我用多，那我蹬着这就完了。但是这里头要看他身上有没有功夫，这是关键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让对方进来，就在两个胳膊上给他做，等到功夫来就得敢让对方进来。知道吧？因为推手当中净是插手的，那你插了手，对上上再插，插不上，我怎么办？但是我也是这么着顶，实际上用的原来我父亲讲的话，就用十字，知道吧？这不这儿插吗？我这跟他这儿叫成是十字，这儿。
哎，等于是这边的劲儿。如果没有这个十字，他这花店你防不了他，你这边你根本就转不了腰。哎，所以说有些东西不在于多，主要就在一个精。还有有的时候就说搭上手之后，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？给对方那劲儿拿到一半，不能多拿，多拿里头就光有话没有发。哎，拿到一半，这个就定在这儿。比如他往这来，你看就定在这儿。为什么？这等他二次来，你听我这二次来，这才有呢。哎，别想一次，不可能一次，因为人家没发你，你用什么劲儿啊？哎，所以有些东西他都挨着，他连挨着定，等于就挨这方定。就我思想意识都集中在一个点上，所以说可沾可不沾，知道吗？所谓说不沾而沾，那是意念。比如说他带来，这是意念，看好了吗？这个大伙儿都可以试，知道吗？这个从哪来的？从打拳来的，空板拍来的。什么叫空板拍？比如说他那手往这打我，我们俩都同时打，你也回来回去打，你看，看到吗？你也回来。